我便宜谁了？您是否确定这件为您的结婚礼服？确定。那个，我有新郎吗？我可以自己选新郎吗？是不是又想给我一个惊喜啊？是金城武、刘德华还是荷兰弟呢？我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。<笑>不能再想了。距离婚礼开始还有30秒。 您的新郎即将出现，请做好准备。那就对不起德华和程武了。20秒。你们千万不要生我气啊！我不是不爱你们，你们可千万别生我的气。只不过是吧。10秒。最近我比较爱弟弟。5秒。出场吧，我的新郎。 新郎呢？请回头。不，这肯定是我出现了幻觉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该我问你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都是什么东西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你所见，如你所闻，你们二位已经是星海蔷薇合法的婚姻关系了，你的伴侣自然可以跟随你一同进入量子海。合法的婚姻关系？如何解除这种低级的婚姻关系？还有这种。 这叫什么跟什么呀？我真的是要疯了！哎，我白天碰到你也就算了，我怎么连晚上做梦也要梦见你啊？难道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个梦好真啊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梦到我自己画的漫画，你自己乱入进来加什么戏啊？刚刚说话的那个，出来！两位新人有何指示？我要退货。退什么？我要退货，换人，换新郎。 婚姻关系神圣不可侵犯，一旦建立，请且行且珍惜。搞什么呀？这不是我的梦吗？难道不应该是我想怎样就怎样吗？那如果我要离婚呢？喂喂喂喂喂，臭流氓，你凭什么离婚啊？要离也得是我离才对吧？你闭嘴。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婚姻关系，那么方法很简单，你们需要再吻一次。什么叫再吻一次？ 你的意思是说，吻了第一次就可以建立心灵感应，如果再吻一次的话，就能彻底终结这种心灵感应了吗？喂，心灵感应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的，但是婚姻关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请且行且珍惜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什么？你是不是也不想再见到我？当然。也不想听到我的声音？ 更不想跟我有任何关系。没错。好，来吧。来什么？吻我。如果你不喜欢主动的话，那我来也可以。你想干什么？上！ 刚才是梦吗？